完大蛋，大根，慢点，猪逼，干！我靠！你吃大便了？别傻瓜！我失误了，我头等功。呜呼！我真怕我收线，他过来背刺我，我就死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这把赢了300了，兄弟们，300呀！你们知道300吗？你的样子不像是上过千分的人啊！我这个人比较脚踏实地，我不可能说我现在都这逼样了，我还想着哎300而已。我也不怎么拿我以前那个千分出来说的。千分而已，我这赛季还是会上，我一直相信我自己，时间问题，兄弟们。啊，我不能吃到 Q， 我雷霆呢？哇，这个人不出 Q， 哎，过来硬 A 我，干呐、啊！不该投铁的，这把应该带个征服者的。哎呀，我不该闭关锁国的，我应该带个征服者的，然后出三瓶红。我好久没对线过羊了，羊这英雄真的挺赖的，我一直觉得他又肉伤害又高。啊，打了。走了，有点小难，哎呀，呵呵，玩大蛋，你太贪了，你还要吃双核心，完了，小丑，哦不，啊，有人能 C 吗？这把，我要去帮下路，我要让下路 C。秒了，哎，他进化了，哦哟，他这进化，我靠，我杀他的，不要玩大蛋，走，小丑，啊，好恶心的小丑，我要抓上路，你别着急死。你急个卵！你急卵了你啊！我不一定能杀、啊。啊！哎嘿！完了，他也升级了我。啊，我好气！他先出布甲鞋，我伤害有点不够，你们懂吗？啊，我难受。哦，来进攻吧，来击剑吧，臭 Q！ 啊，我就说，走。啊！完了，小丑在我脸上，肯定。别杀我！哎呀，我打不出来就好了。啊！好坏呀、啊！我跑了半天，我一个人头都没有。这波不该去越洋了，你们懂吗？哎，我好气呀、啊！哦哟！抓我！哎呀，
我就知道他想依我一下的，我想打他的。干！你见我是吧？我靠，硬见一下，来见我！小丑可能要抓下路，可能抓我中路，见我，见得明白吗你？呜呼！什么待遇啊？什么水平要抓我？纯纯浪费时间，对面，对面在我身上浪费了好多时间呢。好。难搞，哪个傻逼带了个虚弱啊？哎。银河系，一个滋生弱者的广袤空间。不点我呢？看来他知道我这把尽力了。这武器送人头是吧？别让他在那滑、啊，你老是硬追他干什么？干！这小丑贱死了，没办法，我这把确实也尽力了。我觉得我这把对线也不是很逆风，我也被针对了，但我也没死，而且我也游走了，我已经发挥了这把的最大作用，确实不该被点。哇！这还能杀呀？上面那个呼，啊，这小丑，哎呦，这小丑感觉他要过来偷我。哎呀，想跑车走位了啊，难受，怎么才能赢啊？这武器这腿样真鸡巴颓废呀、啊！感觉这个人像那自暴自弃一样。能杀他不？我取一切。哇，他秒人了！我靠！直接两个一起杀。哎，武器，哦吼，翻盘，锤子女，锤，勾，勾，哎呀，转，乌鸦拿了那个谁的1000。可以，先把小丑宰了。哦，真怕我收线，他过来背刺我，我就死了。我要走了。臭傻逼！他妈的！哦，真的，我觉得小丑这傻逼英雄，我好受不了。怎么会有人爱玩这种英雄啊？妈的！
我玩你妈！哎呦，哎呦，太难了！哦，我难受死了。他那有个盒子，我操！哎呦，烦死了！这么肥过来，哎呦一下，我半管血没了！真的想举报这种玩小丑的，举报我，举报他们！你妈的，哎呦，臭玩小丑的！啊，他昨天那个。他昨天有一把牌的我，他也好衰，17-6-13，哇，他一杀起来杀的特别多，7-0-12，你看19-27, 17-18, 13-48, 20-48，我靠，他一杀起来杀特别多，你们懂吗？11-14, 10-0，我靠，这把呢11，我靠，畜生。